这家卖台式料理的餐厅用餐环境不错，半开放式的空间，明亮整洁，而且到了用餐时间常常是人声鼎沸，人气相当旺。由于标榜卖台湾菜，所以你想得到的台式料理几乎都可以在菜单上看到。招牌菜三杯鸡几乎成为每位顾客都会点的料理，而蚵仔煎、卤肉饭这类的小吃也都应有尽有。而来此用餐的客人很多都是冲着台湾著名的冰品而来，这里有道地的芒果冰沙，芒果味道相当浓郁，让不少饕客都赞不绝口，相当适合朋友聚会，一同享受种类丰富的美食。